刚讲的，如果你要到宫庙来，要禀告神圣，哦，那你要入宫之前，一定在外面，哦，天公罗也一定要相拜。那如果你有入道了，你就用道的礼；那如果说没有入道，你就用我们儒家的礼，那就行了。那入门一定要从右边进来，哦，那也讲了，如果是不是法师，不是主持，那就不要站在中央，哦，那拜好了。禀告也禀好了，插香也插好了。如果要执告寡龟，一定要那个香着过三分之一，哦，再来寡龟，哦。那如果要禀告，开头一定要讲恭仪，哦，恭敬的恭，所以的仪，恭仪什么恭？什么神圣啊？即列位，列位神圣在上，啊，那有入门你就自称弟子，没有入门你就姓男姓女，名字和住址几岁，啊，自我介绍清楚。那要来禀告，禀告奉之什么事情，要来祈求什么事情，都讲好了，相插好了。那要来寡龟，就看相插过三分之一了，要寡龟就好。这个拜殿要退后，啊，因为退后，好像开始要寡龟啊，哈，啊，中意有人什么讲啊，心情。你可以啊，心情真香。方才就刚刚啊，弟子我祈求什么事情？那我们神圣是否已经考虑好了？哦，可以接受啊，弟子来请示啊。如果可以啊，那个先醒杯啊。不要说我问的事情马上就要来祈求，那错了，等于你要找一位贵人或者长辈，哦，要来帮你什么事情，刚才禀告让他考虑好了，哦，他也思考好了，要准备要回答你了，那在来请示的时候是不是考虑好了？如果好了爱先保归，哦，要刮嘞，啊，若是有杯，假设啊有杯啊，哦，好，他已经考虑好了，你可以直接来请示了。那请示一般就是以三杯为准，哦，就这样子，阿弥陀佛，老三杯阿弥陀佛，如果若是两杯，一个笑杯。那个艺术兄原则上答应了，其他可能还有一些考虑，哦，所以叫两杯一个笑杯，啊，如果若挂落就拢气杯，那问题可能没有办法圆满，哦，那细节就很多了，哦，还有讲啊，有的要挂三杯挂无，有的神圣他是很干脆，哦，你拔几下杯拔无，你讲啊无答应你都一杯就好啊，哎，偏偏都一杯就好啊。有诶拔三杯，啊有诶神圣你买你都一杯就好啊，免阁拔三杯，哦，伊就这样子，哦，啊你拔两三杯是比较较粗心，哦，那你问的事情等于一事一问，哦，不要含糊的问了很多事情。那连你自己问的人问的都乱了，哦，所以一事一事的请问、祈求、请示，不要一次禀告两三件事情，那就不对，哦，所以讲有的去拔无杯，原因就是讲
你伫咧上面讲无清楚，过来播伫咧播，这个过程嘛无明白，所以心想要来甲你解答，嘛无法度好直接甲你解答。啊，所以用这个播，家己爱考虑好，哦，单单纯纯对甲唔对，安尼去问才会清楚。哦，简单就是这个过程，然后照安尼做。啊！伫咧跋杯，啊，伊就无问题。如果中堂若是有公事上要来伫咧请杯，哦，拢会捧一个礼盘。啊，礼盘是咧跋，咧咧跋伫遮，才用安尼落去跋，安尼较公正。哦，甚至有诶，用一百金，哦。有的可比用一百斤，而且啊，伫咧播嘛是有哦，连连播三个杯啊呢。遐嘛有人一拜三个人跪倒遮，哦，等于三个人提三个杯，好唔好？都三个杯拢连贯，哦，三个播落，三个拢同上杯，哦，这个上一滴，这个杯咧播。伊个准确性阁愈高。哦，如果若三个掰起来，一个成杯，一个无杯，一个笑杯，哦，那就其中有什么玄妙就不知道了。哦，所以掰杯一定要照这个过程，定有清楚了后，倒三分之一的香，任其要来清光，也会使开始掰哩。然后因个杯。啊！你搁再继续，若正确，才连印三个杯，安尼来破杯就袂乱记，较袂多破几工，啊，唔知要安怎破，啊，破到拢无得。哦，安尼，大家有啥讲？即个破杯天数，啊，较上香的即个天数，安尼基本上就拢总无问题。好，安尼咱下晡就咱过去了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杨老师，谢谢。